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乔乔。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个小封号叫做颜色人，就很多奇怪的颜色放在我身上，就什么都好像蛮好看的。所以既然有复古风潮这样的风格路跑，我觉得那就可以大玩颜色，蛮期待的。身上这套我就很喜欢，帅上瘾的一个倾向。其实女生可以更大胆的尝试不同的风格，觉得搭配 T 恤，我就说玩颜色嘛，就是像我今天好像做了一个示范一样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趁机在风格路跑那一天，大胆的玩很多的冒险的颜色。